这条微博是不是会不行啊？它会限制我吧？他们能限制？好像不会。真的吗？我那天看到他们说有一个人是就是微博发微博最多的人，一天能发好几百条。他好像发了23万条微博，就从他出二十三万条，对，从他出道到现在，从他注册微博到现在哦，23万条，一天我可以发无数条，他一天发了几百条，特别厉害。太牛了。那岂不是一天只要关注他一个人就够他发些什么屁话你知道呢？他万一发现哎呀今天又吃撑了这种话，这种话你或者是看他干什么？或者是下一秒我又是谁？下一秒是他可能每天发准点报时，过一分钟11:08。当。啊，没有安卓，你的安卓线线呢？我不知道我。你这是不是那在黑黑的，那黑黑的。那个，这个吗？这不是啊，不是，是他的那个灯的。嗯。你看是不是在桌子上？你看见吗？是不是在那？没有吧。你就是懒了起来，今天。我在想。哎呀，烦死了。哦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看吧。懒鬼鬼。看啥？你好像很勤快似的，你咋不起来呢？我很勤快的。集美是什么意思啊？集美。啊。什么集美？我不知道。扎蕊知道吗？我怎么感觉集美像个地名？艺名。地名。地名。集美是啥呀？哦，姐妹，姐妹。哦，姐。无语，姐妹就姐妹，你们真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刚问老刘，我说三点水加个金，他们为什么老是说这个？我跟他解释明白了，我用一个字就跟他解释明白了。他们说小朋友不要学这种东西。我是男生，点击选择生日，2019年00年吧，我是00后，01年吧，00后就要厚厚一点。01年明年也19了。保持我的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就做05后吧。啊，我的年龄未满14周岁，不符合注册微博。什么鬼？给老子死！你看，聪明的小孩才会这样。到底有多懂？你为什么要放个纸巾在上面？要不然的话，你没法立着他。你看，聪明吧？哼。一般人。什么叫今天好勤快？装的失败，真的。那我还是做00后吧，不能做05后，05后不保险。我保留我白羊座的气质。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，能不能不帮我感兴趣？无语。怎么了，狗蛋？为什么我至少要选择4个？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，不行吗？你闭嘴呀，行不行？狗蛋怎么开始搬垃圾桶了？狗蛋生气了，狗蛋。不要小号搞黄色，我要申请一个小号作为图博，然后每天发100张图片。你们到时候就会嫌我烦。我哦行，我对运势、风水、命理感兴趣，这样我已就选了5个了。怎么就5个了呢？这不才4个吗？哎，这不才3个吗？为什么4个了？视频打人不要视频打人，美妆吧。怎么能说扔呢？我对这些博主不感兴趣，不能。小慧自己认真。我为什么一定要选3个呢？我不感兴趣，说了我不感兴趣。你看他在这儿。他说不不不，我不要。算了，不敢认他，怕吓着他。你不知道我想说，我要告诉你们呀！我不告诉你们怎么知道呢？嗯，你们太无聊了，无知。总感觉在骂我。我觉得我得戴耳机说话，不然
他们一定会被你吵死。耳背。不是不是。旁边这儿吐槽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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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机关枪。哎，老刘，我的那个，耳机是不是在你的包里？没了，在他们居然说狗蛋老了。啊，没有这啊。我怎么看出来老了？怎么是不是因为胡子塌了？胡子。可能他的眼神儿那个什迷么茫了，不是，就昨天那个黑色的小包，在那抽屉里吧，你看看。你说的对。狗蛋现在什么还没穿呢？聪明啊。看狗蛋是什么鬼？咋的？我的抽屁里有我的睫毛和我的和我的那个什么玩意儿？啊、哦。那都是在包里，那我今天都买新的了，我要快点退掉，我晕。嗯，没事，买了也没关系，反正你早晚要丢的。我不会的。我不信。我不会的，我说不会丢，我不信，不丢，我先立马退掉。看狗蛋的手。我不信。啊，好好。啊，他发货了，我生气了。嗯哼，我生气了。哎，脾气咋这么大？气死了！买一样的东西让我心情很讨厌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早晚会丢的。不会的，我百分百不会狗。我就说我不会丢啊，我怎么会丢？我永远都不会丢的。给自己取个昵称，你们快帮我取一个昵称。那不所有人都知道了吗？啊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要不然谁看我的小号啊？神经病。那你可以改名叫刘书贤美图分享不？这也太尴尬了吧！虽然我这么确实是美图没错了，但好像在帮美图手机做广告一样。美图手机不是已经黄了吗？你看，哎哎，这个妈的这儿，有有，丢那儿。我用小狼做头像。嗯。怎么了？你这小短腿跳跃能力还挺强的。对啊，那很强的。他自从来了这儿之后，越来越像一只猫。来这之后像只猫了。他呼吸声好重哦，对，他鼻子里面有小鸟儿。你有没有听到他今天睡觉打呼噜来着？嗯。那可能当时你也睡了吧。没有。我叫。你在扒啥呢？嗯。我现在整个人都很发光，闪闪发光。对，我哎，我今天看微博的时候，不叫早上一枝花，我才看到就是大家。对我们的这一段时间做出了很多牺牲，我都惊呆了。帮我想个名字呢？想啥名儿？哟，今天跟狗蛋儿穿的还挺，你看他又低头了，低头了。帮我想个名字呢？都瘦了，哎呦，狗蛋儿，你都瘦了。你帮我想个名字。屏蔽你。我这儿掉毛，没办法。想名字太难了。我想想。美丽的春天。跟热情的舞娘有异曲同工之妙呢。怎么样？很不错吧？真的很感谢。美丽的春天。哎呀妈！好久不见，我脸怎么小了？那是因为你眼睛变大了，可以装得下世间万物了。你们觉得我脸大的时候，找找自己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是啊，你快乐吃完了，大家都在面对面。你没吃啥？哎呦，我要吃个嘉瑞的橘子，你这个橘子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橘子。哼，啊，又是电音。喂，
难道是因为我戴了耳机？隔壁是谁啊？隔壁怎么在唱歌？我这个模式吗？这个模式会好点吗？我觉得我如果起名叫不洗头，肯定名字重复了。这个模式可以吗？不可以的话，我就把耳机摘了。他说可不可以、啊？终于有人发现了，他在说小慧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？谁说的？终于有人发现了。我晕，不行啊，不行了，可能哦，可能有时候手机会这样，要不然重新开一次吧。我嘴有一个泡，起了一个泡，特别疼，都不能笑，所以我现在用开始没有表情了。我都怕我在他们心中成为人会那样的，真的，我只是表达一下，就是我想用自己就我笑给大家带来到这个程度就疼，就要裂开。从来没有跟老刘讲过，啊？怎样过？我们那个助理。助理。我们助理特别好笑。啊、哦。我们助理。是刚刚那个姐姐吗？对，我们助理每天看狗的会大毛打你捶你捶你，然后捶狗他十分钟。嗯。然后我每天都是我说姐行了，我都这样，姐可以了，姐，我说姐别说了，赶紧，我不能笑，那我把耳机关了，啊好难呀，起微博名字最难了，现在好吗？太难了，还是建议吗？还有电影，为什么？嘴起了个泡。再有一个人问我，我就把我直播主题改成嘴起了个泡，是不是别问了。我是不是因为我美女的樱桃小口起了一个泡，笑不了，别问了。我在充电，是不是因为我在充电的原因？有没有好一点点？周围有我在用充电宝充电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手机太远了，所以我用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，再用充电宝给我手机充电。叫头好臭，干嘛呢？狗蛋，低着头。想看 N 队和 B 队联合公演。怎么了？麦音响都得炸。嗯，想走你就走。我们其实还好。但容易爆，等手机没电了。我昨天不是点那个外卖吗？我点外卖，哎，特别急，特别急，8:55点的外卖。那我把9:55关掉试试。他还没有取货，他离那个取货的地点还有个1公里。我先把充电的给关掉了。然后我搜不到那个字儿。他本来就10点送达嘛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还没好，那我再重新开一次。你为啥你现在连货都没取到？太好笑了，这个名字不行，换一个。我删就走了呀，你再送的话没人吃了。对啊，你今天那个到底咋解决？他到底说也没送。对他没送。我投诉。我就心想哇，怎么这么久？我都吃完我的外卖了，你的外卖还没到。我一直等，一直等。我不会叫这个。然后，那外卖员有好一点吗？哦，我再不好我也无能为力了。我说为啥？有时候总是出这种问题。这不是你进不进量的问题，这是你能不能送到的问题、啊。然后我就又等5分钟。声音在抖。但是还是没有取货。然后我想了想，算了。我知道为什么。我就跟他说退了吧，然后我就去退了，结果那个商家，跟你讲，那个商家比这个骑手还鸡皮，那个商家。鸡皮是啥？极品。哦，极品。就是那个商家，你们能想到吗？那个商家，我给他发消息，我说你这，我一开始要退款，然后那个商家拒绝了，拒绝老快了，我给他发消息。我说他这个送不到，你送过来没人吃，那我不知道给那个骑手吃。老刘，你上一下手机看看我微博，我说看看我直播。但是他，我给他发消息，看不了你直播，我给他打电话，
因为我如果登那个账号的话，他就切出去了吧。然后给他打电话，然后打电话用别的账号。我说我刚才提交了一个那个订单，然后你拒绝了我的那个退款，但是我现在人也不在那里，你送过来也没有人吃，并且他还没有取到货，你退了呗。然后那个人回了我一句，啊，我不在店里，你去给他们发消息吧，啪就给我挂了。他想说跟你们一起过个圣诞呢。我给你们发消息，没人回我。我提前回来了，我都没有好友了，我就回来了。然后最过分的是，他们还点了确认送。你看，我还戴了圣诞老人的小帽子。到最后这份餐都没有送，就不知道他送哪了。还有这个，就是没有送。你看，我还戴了圣诞老人的。确实是电影，对啊。然后就投诉了。那咋办？我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应该不是这么单一，这么单大这种东西变成了一种就是尽量的。好难呀，太难了，到底取什么名字？那我用流量试试。就是感觉好像是求着人家，你求求你准点给我送呗，能就行，就很奇怪。你点了哪一家？就是那个什么粥铺那个。啊，周香嫂。不是。好了吗？虾米粥铺。我用的自己的网现在。那你就点周香嫂吧。如果还是这样的，可能是我手机有问题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先这样吧。对，然后我明天再试试看。我投诉了之后，让那个客服给我打电话。然后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折了，都没看我就开始。我也在想是不是更新了，我没更新，那我更新一下吧。我觉得不是我手机的问题，一定是这个软件的问题。我给他们向店家发消息，绝对不回，就是过分，绝对不回。你的怂恿，我有一次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在刚刚老刘说我运动裤特别舒服，然后问我在哪儿买的。我，哎呀，等会儿，你看，我最近。不能这样的，就一这样的就容易眼睛有三个眼皮分开。就是老爷问我那裤子在哪儿买，我带着他去。我当时带着羽穿着羽绒服，然后戴着帽子。然后我这样子把帽子摘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说：“哇，你好漂亮。”我觉得他，你不要这种表情看我，这样我就不好意思。因为他用的不是那种，他用的不是那种夸赞的眼神，他就好诧异是吧？对，好诧异的眼神。天哪，帽子底下居然长这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让我有一点儿尴尬。看见你很开心啊！你现在开心的都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。那倒也不是。你的嘴都要咧咧到耳朵。那倒也不是，我咱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打扮的更好看，也没那么怂。他咋没有夸我好看呢？啊，你说是咱之前去那个他说什么全国连锁，但从来没有见过。对。好了，哦，对，我们今天我申请好了。今天去吃饭，然后别人送了个苹果。对，我们今天去吃肠粉，人家也送了一个。你说我们两个女生为啥就送一个苹果？因为我去结账，他只看到了我一个。嗯，这样啊。他可能觉得另外一个不是吧？跟你缺另外一个。哇，你长这么漂亮，可能没有看到吧。我们今天也是吃的时候，他们那里结，然后他们就只送女士，不送男士。男士可能因为我们点的吃的太少了。我介绍一下自己。他们觉得给两个亏本了。上不洗头，下不洗猫。因为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这是多么大。我知道为啥了，因为他。是他点的东西，然后他在那吃，然后我说我去隔壁买个粥，然后我把隔壁的吃的拿过来吃了，可能他可能以为就是那一个人吃的。幸福生活。当你不存在主要是。从我开始。我的麦有问题，我没有麦啊，我哪里有麦？你说我手机吗？我看我手机有多少电现在？13%，刚好我今天播到1%的时候。你先叫流水线不洗有限公司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来发第一条微博。好一会儿。啊，我感觉小狼，不怎么样，不特别看，换一个吧。然后是涂完我的脸之后，我的脸每天就感觉康康，有可能会好，然后又长，康康又长出来。巨白无比，你看看。
声音回声，因为可能就有点坏了，特别可怕，就是有红那种，不是磨皮看不到，是它本身就是很就是在很浅，对，不是说我什么谷光因为它谷光灯的事儿，就是它给我涂的破，怎么说呢，它这个就它给我涂的这高光高实在是太多了，你们看不上吗，这是个小红点点，算他说全口袋的直播都卡顿了，我都说了不是我的问题，怎么可能，我的直播一点都不卡，就是你们俩抢了我的网，因为你们俩先开的，我最后开的，这样说是不是很有道理，那你连旁边的那个 WiFi 吧，旁边 WiFi 不行，我用的自己的网，用的自己的那个什么，那就跟你啥关系，那就不是我俩抢的了，哦对，我今天没吃药，我药在放哪儿呢，在那个袋儿里，塑料袋儿里，嗯，粉色塑料袋儿。巨量，你能感受吗？不想吃。把这个打光灯关了。得吃。混蛋儿。这也是巨量。有有。我感觉这个就是五官都没有了。那就在桌子上。就是我昨天给你拿那个那个啥的时候，给你拿出来了。我手小，有难同当。狗蛋儿，你想不想尝一？算了，我不能变人会。每天都这样嘱咐我自己，还找不到，为什么呀？老找不到。你们根本不会懂，是不是你们搜错啦？你们根本不会懂。搜错啦？是不是搜错啦？直播搜错啦？嗯。哦，要等我发第一条微博，那你们等等我发了第一条微博，你们，啊，我还是用睡睡吧，睡睡是我的宝宝。今天收到的睡睡我就睡吧，你觉得是这个可爱还是这个可爱，我的睡吧，还有一个我没有连着耳机，嗯，已经有人收到我了，你们收不到的是怎么回事呢，怎么看这个特效，我关注谁的超话，我关注碎碎的超话，碎碎有超话吗，现在有好吗，现在怎么着，说马云头发因为我刚发现散着不好看，因为戴这个东西的话散着不好看，不是，是因为他给我喷的那个发胶，所以头发就是这样，嗯，但是这个有点不够可爱，我觉得帽子比较可爱，这圣诞老人也挺可爱，糊了800层已经，我只剩下10%的脸了，同志们，我今天不会直播很久。是因为脸不丑，听着了没？嗯。头发不丑问题。我说我就剩下10%的电了，今天不会直播很久了，你听到了没？嗯。因为我现在把脸露了。你看。啊，你想。头发会立起来，像虾人一样。你想拥有这样的自拍吗？但是说实话，我后面还是这种背景，真的。行吧。一会儿看能不能拍两张，你觉得流水线不行，有限公司又不是很好听，那我想到新的我再改吧，明天我再去看雾杀，先发一条微博，流水线不行，有限公司啊，什么手势，我们先发什么手势，在那儿学的，你说哪个手势，我看看，那我你说这个吗？那我看，我以后就用这个天天发，像发房间一样发的，你们很烦。这个手势不是正常人都会吗？这手势，对吧？难道不是吗？这手势咋了吗？有点中二，我总觉得这样。是吗？我以前喜欢。我以前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喜欢这样子，我觉得你什么中二病，真的我就这样子跟人家说，就我习惯了你知道，我每次跟人家说一会儿说 so god， 哦原来是这样，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，我开始发刘建国的照片了，我就会这样，每次说话忍不住比一个这个，特别的对，怎么这样显脸小了，
说话有点电音，就电音了，好不了了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把鼻孔看着，然后再发睡着的照片儿。行吧，可以充电了，反正也有电影，咋样都有电影，没救了。我一定要给你们欣赏一下，我们今年冬季的这个。没有救了。哎呀，他一直在打字。换一个，那不打算。看这个照片，我觉得他们本人看到之后不像大人。对。你能看出这是谁吗？我都看不出来。你把这张图片所有人，我都认不出来，真的。我在看书。每个都每个人。不是，主要是这，其他的我都不说啥了。这三个认真的吗？给你感受一下，我都惊了，我真的，我惊了，我看到那一瞬间，不是，我主要是就是我都认不出来这是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认不出来呀。我跟正熙两个人，就我们俩认了半天，没认出来是谁，真的。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？那也不知道，主要是怎么会把好好的人拍成这个样子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我再看一眼，我再看。每个人。我康康，你们呢？这人是谁啊？这人是，哦，我知道，哎，我一。是大学吗？这人。没有，这都是我们上海的。啊，这不是。是啊，全是上海的。不，也有北京的。真的全是上海的。我靠靠。这是我们上海中级的执照。你看我不会认错的，你看你仔细看，就是。那你给我讲讲这是谁？你过来，我来给你们认。不是你等会儿。谁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他说这个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、啊、这个不是北京的，这是谁？这是珊珊。我就认不出来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并且。是我当时第一瞬间我说这是谁啊？仔细一看，哦，珊珊。我当以为是段璇。就。段璇在中间的那个左边。哦啊，哎，我这个看这个人选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这都是谁们了？嗯，让我来一个一个认识。这是，哎呀妈！嗯，这是绵羊啊。你这么大声，大家都听到。那就是段璇。这是不是所有？这应该是所有都去那个什么的人吧？那这个是段璇还是苏珊珊？那是苏珊珊啊，段璇在这儿呢。这儿呢、哦、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腿遮起来了，就每个人感觉都不太像自己。还好吧，但是 Taco 这个 Taco， 我想锤死他们。这谁拍的？这谁修的？我真的为美女们哭泣了。我看到想打人了，我的妈。不是认不全的问题，这压根不长这样啊，压根不长这样啊。怎么会有人就是看到这样照片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每次我握手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，哇，你屏幕比本人，不是你本人比屏幕好看，都会这样说。要不然就说你照片也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咋说来着我忘了，反正意思大概就说本人更好看吧。我想想，应该有很多人光看了看照片，看了看那个视频，也不会喜欢我。无语。不来看我看看我本人都不知道我美成什么样子呢，赶紧来看，快点速度来，速度来看，速度来看，你看，我天哪，算了，没有公式照啊，对，我又想到了，嘉瑞跟我说公式，说我第一期公式照还是什么公式照来着。你怎么说的来着，嘉瑞？我说你胖。对对对，脸圆。对，嘉瑞说我脸圆。我说我当时比现在瘦十几斤呢，就当时就脸圆，没辙。
没辙。我好久没有见到小狼了，我好久没有见到碎碎了。我定个时间，我不能直播太久。放，我就说怎么那么干安静呢？放两首歌。28号，看公园，我没在床头放袜子，我放袜子干什么？你们来给我送礼物吗？无语，别在这欺骗我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后天我知道后天要翻牌，但是我有可能会忘，就提醒我一下，万一后天有什么事儿。后天是26号，25，明天25有事，26有事，27不知道，28有事。我今天也发现了，就是好像脸如果太瘦的话，没有那么可爱了。不过想了想，没事，无所谓。我觉得我还不行啊，中国考试撞上了，没事儿。暖宝、睡宝，那我现在双眼皮贴我也不贴了，眼线也不好搞。眉毛我今天自己画了之后又被哥哥给改成我自己画的弯眉毛，被哥哥改成平眉毛了。然后我想了想以后能不贴上去就不贴了。我发微博亮，我也觉得弯的好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平眉这么执着。找到一个合适的头像，我们再找找。我觉得弯一点点还是蛮好看的，有一点点弧度，直直的不适合我的脸，因为我的脸要有一点弧度才好看。丢的睫毛夹什么的都找到了，刚才原来我是放到一个黑色小包里。拒绝造型了，很可惜，我拍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是脸过敏了，然后之后又智齿发炎了，挺尴尬的。然后又休息了20多天，吃胖了，结果现在拍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瘦下来了。我无语。真的，你知道这很尴尬，就主要是刚开始的时候过敏，不用演员会转发，然后脸上起好多红点点，还再加上公司不是不让我们转发吗？就可能就是你们偷偷的知道就可以了，就可能我只想在上面分享一些，就有点脸上起红点点，就感觉大号好像不能随心所欲的发东西，就有点可能传达有点不干净，就不能随心所欲，就比如说一天发好几个微博啊，这样子好像就不行。但小号我就可以当做图博来发，就比如说大号我就会选择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才能发，然后好多别的照片就不能发了。这里有换了，这一星期会给我们换一次，然后我就可以用小号发这些。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无聊的照片。其实也不是吃不下，我今天早上还吃了点心呢。没有，我没有把最瘦的留给了结局，结局早就拍完了。拍结局的时候是我脸肿的时候，就是我从韩国吃东西回来的时候。拍戏衣服很薄。那时候就是大家明显感觉到我脸变圆了。冷，今天倒还好，今天虽然下雨了，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外面拍，脸肿是肉眼可见的。我可以更换封面吗？每次更换封面必须得会员给你更换吗？
虽然我现在瘦了点，但我也很能明显的感觉到，我就是我的肚子就是。好，那我就口袋不发图了。就我以后就常常在更新微博，小号就是现在那个越往第一集还行，那个就少发吧。越往后看脸也越房间，因为房间发了之后，对，是因为我智齿刚刚那时候发炎了，对，看不到对吧？我给你看我里面穿了啥，还得搬运，看着不太合适，那算了。不会的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变胖。没事，反正我现在不胖。狗蛋儿，你又来找我啦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的睡宝还有我的小狼宝。什么？怎么感觉狗蛋胖了？我刚才还说他瘦了呢。嗯，你说你走了之后想你了怎么办呢？没事，那个时候。我今天是个无聊的直播，哎，就是想跟你们随便说两句话。然后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困，看我这个，一直超级困。我来拍一下我的嘴巴。放首歌，咱们换首歌。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换首别的歌。我现在拍到的照片是屏幕当中的你们，嗯，你们看，你们看看。你们能看到吗？站一下。啊，你们这样能看到了吧？这里都是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看看被我幸运的拍中的。我们猫咪要累死。我这怎么更像？咱们听，这种会不会好？你猜这个叫什么？这首歌。嘿，拍出来怎么这么那个？你看，他老是打出猪脚。这首歌叫 Forever 21。拍出来没有中奖，多拍一个自拍。我给你拍的叫他拍，不叫自拍。哦，叫。这样拍不好看，我们一会儿再拍吧。背景太乱了。好看的。这样也好看吗？哎，我这里有胡小慧100多张照片，有需要的胡小慧粉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小号。就我的丑照就这样了。啊？不行，我的丑照只能由我来发，我也要办个小号，我也要。让大家关注我小号，那这样你们要关注我小号，我发我的丑图给你们看。我今天什么猫 ？Interesting。我今天才从我们哥那就是获得了好多崩图。我说哥，你有没有图给我呀？他说就给我发了一些。我说怎么那么少，我想你多点，他说其他的都笑崩了，然后我才发现我其他都在笑，一人啊，
嘴巴都那样式的。然后呢，嗯，他说你看看还有没有得救，我说算了，无药可救。我昨天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？缘分天空。我来听歌。我来听歌。我拍一个赵佳瑞。不是我笑了嘴就歪，是我都特别夸张。对，我反正都很少笑，我一般都这样。拍不到他，太远了。我都很少这样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戴久了牙套之后就不太会笑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有点，我没有假笑，我都不敢，因为我认真笑，我是笑的特别开的那种，所以。帮我乱。就这种笑。就一笑得很开，我就一二，我结果牙很多，我需要去拔点牙齿了。嗯，你看，那么多颗牙，大。而且我平时说话也是笑着说话，所以就习惯了。我不喜欢。到我去把牙齿拔了，啊对，看下嘴巴越来越好了，差一点点了。今天我们姐还问我为什么这里的口红这么深，我说玩手机砸的。对，我想赶紧回去拔了，迫不及待回去已经拔牙了，我一次性拔两颗。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看看那个怎么样瘦脸吗？就说啊哦一五耶，就这样说啊哦。但是后来发现没啥用，天，也许会有点用吧。拔同侧的，反正我忘了我上次拔的左上还是右上了。然后我就先拔一颗吧，因为我右边这个都长出来一半，我敢拔了。我说话呀，我说话呀。我有四颗智齿，拔了一颗，还有三颗。你们想听什么呀？我去洗个苹果好吧。我很久没吃苹果，谢谢。小狼是不是长得很帅？小狼长得很帅，对吧？就是那种。我可是个帅哥呢，那种脸。这个苹果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好吃，你看。让我来一口。我去洗一洗。狗蛋也没给他洗。狗蛋过来吃啊。撒野啊。我想尝试你吗，我想想听见你说这世界是空荡荡，你说一二三，打碎了过往向往，有风吹破了的归途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唱？我感觉狗蛋好像饿了，他们刚吃完。你听被抹掉的慌张，我想抬头。
时光，睁开眼你就会听到。我打了个哈欠。我想做只有你，让我咬一口。用尽一生。我想在你眼里撒野奔跑。该怎么评价呢？怎么跟我想的中不太一样？皮儿好像有一点点厚。我一般吃的都是长得很丑的苹果，已经几百年没有吃过这种长得这么好看的苹果了。和我那相比啊，我那相更加的朴实一点。我再尝一下。我想在谁的迷茫走过时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咬那么辣呢？之前有人说我牙口，之前有人说我牙口不好，我要咬辣一点。它不是面的。嗯。我不服，我告诉你，我咬苹果咬得很好。它怎么不是面呢？还行吧，皮儿偏厚。我这个什么鬼？这个腮帮子怎么是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受过伤的苹果，受过伤的苹果更好吃。就我以前去学嘛，就是上学。你觉得这张照片是不是不像我？嗯，没事，你 P 一 P 就像你了。我不知道咋 P 呢，我没有面部重塑，无语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辣妹。是不是咬的真的很好？我觉得是因为我表情的问题吧，就腮帮子像一个。像一个美籍华人的腮帮子，不知道为啥。就那咬肌很发达的感觉，不知道咋给你们形容、哎。我不行了。但其实我并没有这么发达的咬肌。你们看是不是不像我这张？什么鬼啊，这是谁啊？反正不是我，无语。这张照片怎么发？没法发了。我分散开来，你分散了。就反正不像我，反正不是我。我看看美妆会不会好一点。不可能戴着牙套吃这个，我只能戴着牙套，最多吃些喉糖什么的。嗯，咬苹果为什么会出血？是说明牙龈不好吗？我咬苹果不出血。咬苹果出血有。会不会比较尴尬、啊、嗯，好一些吗？嗯，我发现了，好像香满。马玲为什么不来我这儿？你走开。马玲为什么不来我这儿？马玲，你怎么回事？爱什么爱？你个狗，快来！你不拥有苹果了。
嘣嘣嘣，嘣嘣嘣。我把眼皮小一点，可是他这个眼睛其实也不大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你已经不是我可爱的小马仔了。你没有学什么手法，我只是。然后我经常会这样，然后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好，然后所以我要反过来，变成这样。比心。真是的，小马一点都不行。所以说个爱就走了，无聊，哼，无聊，哼。还好疼爱我的嘴。嗯。疼。看来他不喜欢我这种款的。纯换状态，然后把这口吃了。干嘛？来我这干嘛？这也不需要你，就算你已经走了，我现在也要吃。我刚刚那些只是那什么歌啊？我听都没听过。面子。你现在人竟然被人甩了，那我的面子也不用给你，刚你一堆假的，真的是，我对你没有感情，毫无感情。你知道他们那个一队的那个歌有个动作好帅啊，就这样。这咋难看吗？好帅啊！你多看两眼，多看两眼你就习惯了。摔了呢？啊，是吗？你不觉得他们厉害摔？没有。哎呀，你那个像在擦鼻涕。你擦就是擦鼻涕。我在捂呢，我哎呦哼。那不还是擦鼻涕吗？人家是这个。小马仔，圣诞快乐！大家圣诞快乐！你也圣诞快乐，那个谁赵佳蕊你也是，我是那个谁是吧？赵佳蕊圣诞快乐。你完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圣诞，圣诞快乐呀，小马。我圣诞一点都不快乐。为什么呀？嗯，因为小马不喜欢甜甜的类型，他喜欢我这种类型，他喜欢我这种声音粗犷的女人，他喜欢我这种类型。啊，好，什么？你是不是可爱才喜欢我的？不要轻易，不要轻易说爱你这个人，知道吗？我给你表演一下。小马喜欢他哥哥，他哥哥喜欢我，那不就他喜欢我吗？你问陈彦南，他喜欢我这种类型。陈彦南喜欢我这种类型。马宁，你快点站出来。好，我早睡。他哥哥喜欢我，你们不信去问。
那他怎么不在你那儿出现呢？你不要逼他，你不要威信威胁他了。我不威胁他。你现在就打电话威胁他，这坏蛋。我关注你们了呀，我时刻都关注着你们，我关注弹幕大家每一个人 ，everyone。好，他等会儿如果连电话不接，我就和陈彦南绝交。我一直都在这里。如果不接电话，陈彦南朋友没得做了，陈彦南。好难听，我天。你想清楚，陈彦南。我唱的好难听。啊，12:02了。哇！我为你们唱首歌吧。嗯。想想啊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啦啦啦。行。很好，陈彦南，你给我记住。开玩笑的。你就完了，陈彦南。好，我们放个圣诞，圣诞怎么唱我已经忘了。行。行了行了，别打电话给他了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别伤心，别难过。我给你放一首《圣诞快乐》。我不听。我给你放《新年好》，就放昨天你那个特别嗨的那歌的。我不听。完了，我不会唱。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？应该不是这首歌吧？陈楠跟谁在一块儿？我为了陈楠，绑定了。口袋四八的密码，对，绑定了口袋四八的手机号。怎么我查的圣诞快乐歌都是这样式？你完了，陈彦南。这种圣诞快乐歌不叫圣诞快乐歌吗？你放屁！我哪两次输入的密码不一样？你再给我放一次屁，我看看。这圣诞快乐歌有点快乐。行了，我放给我们团的吧。浪漫圣诞夜是吧？叫。陈彦南完了，还是这个还是挺圣诞的，是不是这样一对比就很圣诞了？这个歌词慢了。他吃饭去了。
为啥呢？因为我不会唱这首歌。我指挥。小鹏，你怎么来？我没有接他视频，因为我在直播。先说嘛。小鹏，小鹏 ，Merry Christmas。小鹏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小鹏，你看。吃什么呀？我请你吃一颗。小鹏，小鹏，小鹏，圣诞快乐。开心不起来。好，我为大家表演完了。我关上陈彦南直播的这一刻，就关上了我的心门。我真的忘了这个歌，我忘了这首歌了。我听到了很多辣宝的声音，他声音好明显啊。我退出的登录了，我从此再来再也不来口袋四八这个伤心地。只有一个，我们应该还有别的圣诞歌呀。我在口袋四八这个地方只有一个 BJ48 刘淑贤的名称，如果失去这个名称，陈彦南连哪个是我都认不出来，这就是现实。我已经关上了我的心门。今天这个是结束曲哦。这个不是我们的，这个是姓胡的一位男士的。你姓胡吗？我不姓胡，但我也姓胡，但这首歌不是我的。我来唱一首我的主题曲，我今天的主题曲。他就是对人都很好啊，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。我记得拍照，我但就吃完这个苹果关上了我的心门，我立马就拍照。冬天的孩子把我要放了，为了满足你这个要求呢，因为我也喜欢这首歌，嘿嘿。为啥呢？因为等会儿，你们听清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歌吗？因为我就是喜欢，再加上我们知道之前我去参加那种唱歌比赛，发现大家唱的都是那种歌唱祖国的歌，非常正能量，结果我一上去唱的韩文，大家也听不清我到底唱的啥，我心想完了完了完蛋了。然后我就把我的韩文就是打印成那个中文字，发给了就是发给在场的评委。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
但是很尴尬的是，我刚开始唱几句，那老师就说让我把伴奏关了，说我伴奏不够干净，因为我当时找这首歌伴奏找不到，就只有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杂音的那种。于是乎我就干唱这首歌。我再放一首我第二个。干唱，结果唱到后面。就是清唱嘛，唱到后，因为他后面歌词全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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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咔咔咔一直唱，但是很尴尬的是，他那个伴奏里会有跟你，就是我直接给你放到后面，你们就懂了。我只有试听，你前奏放完了，我试听都完了。一个没钱又 lonely 的一个 lady， 从不下雪，人家会这样子跟你一块唱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清唱，我也没办法唱后面那个 Happy Birthday， 所以我就。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，只能独自庆祝今年喝醉。我爱过的人，所以我全程都没有人家后面那个唱的，我全部，所以听下来就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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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直 Happy birthday to you, 就我没有后面那个人家跟我一起唱的。Lonely Christmas，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。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尴尬。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写了卡片主要是其他的选手还坐在下面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单纯只有评委的话倒无所谓。这个大致我们所有人就比赛的那种，电话不接，不要被人发现，我坐在一起，一个一个上面，一个一个下面。狂欢的笑声听来像海盗的音乐。我觉得老师可能被我感动了，我竟然还做翻译给他们，然后最后给了我二等奖。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，我哭，躺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。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不是学校的比赛，这是那种虚拟的比赛。Lonely Christmas， 爱Lonely Christmas， 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？心碎的像街上的纸屑。奖品，我忘了有没有奖品了，好像有奖品了，不记得了。谁来陪我过这世界？奖品也许就是个奖品抽，我也不记得了。没有人 ，Nobody Nobody Care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旁边隔壁的，我跟你说，隔壁的邻居不是邻居，这不叫邻居了，隔壁的住户听到了，他是鬼哭狼嚎，肯定在砸墙，就跟我那天，他昨天也是这么说的，他一直在说我骚扰住户，我在哪里都是多余的一个人。哦，对，我昨天做梦，没有人过生日，因为你在做梦是哪？
给我气着了。就是我忘了，我就想不起来到底，反正就一个人老指挥我，让我干这个，让我干那个，我就问，你要让我去这，你要让我去哪，你到底要我去哪？真气。然后我就说太大声，我把自己吵醒了，吵醒之后问，我说什么话？然后我就睡着了。沉默里嘴唇还留着泪痕，那不是呀？你干嘛锁我的手机？快点给我拿过来！快点给我拿过来！快点给我拿！不要关掉我的音乐。The music is life, rock and roll, rock and roll.你们谢谢胡小慧，这些胡小慧放的音乐，你们谢他吧，你们就。我们圣诞的气氛瞬间没有了。哎呦，我要跟你拜拜了，12:20拜拜，12:20。还有两分钟，不是，主要是也你们也该睡了，我也该休息一睡了。啊，行了行了，我不能听戏晚上。你一个苹果，你得啃半年。我晚上不能听戏。为什么你晚上不能听戏？好像白天能听似的。我会做噩梦吧。你不听，你没做噩梦？你昨天晚上没做噩梦？不是，我听了我会做噩梦的，不能听。你昨天也做了呀？你昨天没听啊？你昨天也做了呀？昨天就是你放的歌，太不平静了。你哄这个？哎，我一晚上睡的还很不平静呢。你晚上，你知道你怎么睡的吗？嗯。你就这样。我感觉我身上很凉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本来就有点药性味。哎，可是有一次我看见是你自己在外面，我还把被子给你盖上了。我神经病啊！我去外面干什么？你去外面乘凉。我神经病啊！你觉得热呀？毕竟昨天开着空调，你肯定受不了。哇，又干又热，自己跑出去还以为我把被子给抢了呢。然后我说那好吧，那好吧，好心疼啊！怎么能这样呢？着凉了怎么办、啊？就假设给你盖好，就假设你盖好了之后，你等会儿，就假设我本来就在外面，你自己又跑出去了，你自己又跑出去，又觉得是我把你搞出去。好，是我自己在外面的，假设是我自己在外面的啊，那你这样尖叫一声。你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程度的尖叫，然后把被子一卷，转过身就开始睡觉。我居然没醒，睡得也挺好的。真的，我被那人尖叫惊醒了，我说咋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那我回你了吗？没有。啊、你没理我，然后我就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把被子掀开，把自己挪进去了。但是我真的看见你自己出去了。然后我把脚伸到你的脚那里，想让你帮我暖暖，你根本不理我。我在睡觉，我怎么可能要理你？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本能，你知道吗？本能就是把你踹走。嗯，你现在就这样子的。本能就是不，本能应该是直接是需要靠近我，我立马就。本能就是啊，然后就把自己卷走了。他不是的，还他不习惯床上有人，他天天睡得可香了，你不知道他睡得有多香。我每天都7点醒，每天都七点醒。我刚进团的时候你。在我床睡的时候，那个1米1的床，你是不是睡呼哈的，天天的，睡得巨香。啥意思？就是呼哈的。啊、呼哈的啊、嗯。睡得巨香，躺床上但是那是都不用2分钟。的时候了。那跟现在不一样是咋的？是不在一张床上了还是怎么的？现在就是，每天都醒得很早，就很烦，因为。那你早睡啊。我现在就去。我给你催眠，我一到晚上给你催眠。你闭上嘴就可以给我催眠。嗯。我最喜欢你不说话的样子。我不说话。好。我要久了。我根本话就不多。洗洗刷刷，洗洗睡睡。拜拜。
你们也让我闭嘴是吧？你们也最喜欢不说话的样子是吧？晚安。手机。我看你记仇，记本上。把得罪我的人都记上。知道了，我小会。对呗。刘淑贤的粉丝。你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分了。那累积多少分会有奖励啊？奖励，我奖励你个大嘴巴吧。大嘴巴吧，我可不可以要一个正常嘴巴吧？不行，只能给你大嘴巴吧。那算了，不要了。你说不要就不要，强制奖励。谁过生日？为什么要听这个歌？我想听，我想听。你换一个想，行吗？行吗？你又开始了，你又开始了，你关了直播就开始不要脸。哎哎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。我怎么了？我咋了？关了直播是这样式的，刚才不是这副嘴脸。我一直是这副嘴脸啊，我哪里不是这副嘴脸？我一直是这个样子。无语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我怎么了？你让他们自己看，刚才是这副嘴脸吗？不是的。刚刚不是这样吗？刚才不是，刚才抢我手机，还在让我闭嘴。咋了？我关了还是这样啊？你再说一个。我关了还是这样啊？给用你，给用你！吓着他们。你把我衣服都暴露了，你这坏蛋！你直播的时候没让他们看你衣服吗？那可不是，我可是个处女座，有洁癖呢。行，整洁的。那也赶紧把衣服脱了，衣服脏了，被他们看到了。我说那个衣服，那是我包包。这你们有问题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给你们发微博吧，说你们圣诞快乐好了。我自拍两张好了。啊，又困了。干啥啥不行，犯困第一名。起来起来。我什么时候用呼叫会手机了？我没有用呼叫会手机。我自己有手机，我不是穷的买不起手机，我为什么用花花手机？让我来祝大家拍出来就自带滤镜了，你们知道吗？
给你。怎么了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无语。无语。你要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哦，我还得上这儿。对。四 D。没有倒计时。啊，你把它关了。正好掐了你那个表情。那还真好。你好好告诉我。够了吗，同志？嗯，你觉得够了就够了。你觉得够了就够了。我困了，困了，困了，叫叫，困了，叫叫。嗯，等我发微博，我关直播。阿姨洗铁布。阿姨不洗铁路。那什么是发出猪叫？我发微博就是这样。嗯。啊，我的表情好奇怪啊。算了，你喜欢就好。嗯，没有没有，这个，油蛋，快来看，油蛋，快来看，多大了？他现在要去他的窝了，他那是他喜欢待的地儿。他只有热的时候、困的时候再去。你们可以在截图里面找到你们自己。这样看是不是有个小号还挺好的，我可以发一堆图片在微博上，对吧？虽
然不会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，但是把袜子挂在墙头，挂在床头，袜子挂在床头，有有烘的更沉的作用哟。刚刚看到有人说拿四四万去除一百八十八，对，哼，他就说男人骗子，八万的不就是你吗？生日快乐，妈，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。Oh, a fight is to ride in my house open sleigh. 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.